每年万圣节，新北举办府中搞什么鬼活动，都吸引了许多民众参加。而今年迈入了第八年，将扩大办理，即日起征求新北万圣王者，分别是拍照打卡最强的怪王、最会玩鬼抓人游戏的跑王，以及最强变装的鬼王。新北府中搞什么鬼活动，一年比一年精彩。今年成功申请补助经费，将扩大办理。我们今年特别向经济部去申请前瞻计划，经济部也同意多拨了一些钱给我们，我们来扩大办理今年的万圣节，所以今年的万圣节精彩可期啊，所以我们要欢迎我们的鬼妈妈、鬼爸爸、鬼爷爷、鬼奶奶、鬼朋友，然后还有那个什么鬼弟弟、鬼妹妹嘛，大家那一天都扮鬼一起来参加我们活动。今年活动延续往年的搞怪游行，还要办理万圣王者甄选，第一要真的是怪王。锁定万圣打卡点，拍照好拍怪照就可以呢，好来抽好康，而我们的最高奖金有5000元哦。第二要真的是跑王，真跑王，这也是我们全台唯一风街鬼抓人，而在今年我们的关卡更多，时间更紧凑。第三要真鬼王。变装游行庆万圣，我们的冠军奖金高达120000元哦。除了前三名的参赛者分别可以获得120000、60000以及30000元奖金之外，参赛的民众还有机会抽到智慧型手机、高级家电等大奖，欢迎大家踊跃报名，一起来搞鬼。记者方建凯，新北市采访报道。